好，再是绞糖嘛，哈。对，然后加就是这个。啊、要不要指挥学弟还是指挥学妹来做？加一百就是。对不起，我拿开，拿开。一百的水。我们现在就是也先加这个。加进去。对。啊，那个铲子还要用。加这个水先倒进去，然后这个糖。好、哦，看起来好专业哦，学弟，我说学弟的动作，对，学姐们指导之下。然后再加糖。加糖下去再搅啊。糖是多少？这边是200。200。就500是500克珍珠是用100克。100克珍珠100的糖。好 ,OK。再加水。对。加水100。好 ,OK。下次我忘记拿那个红外线枪。哦。对，这红外线枪。对，我们这边都有，对。Yeah, 其实你们跟我讲，但是我没有参与过的时候，没有熟悉一个跑，自己不知道那么多细节。然后把它搅到融化。嗯，是不用融化，因为它现在冷的，所以应该是不会融化。所以就它看到没有结块的糖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放15分钟了。15分钟。10分钟。10分钟，好 ，OK。那加盖对不对？可以，其实不用加盖。看不用加盖，好 ，OK， 盖在旁边。好 ，OK， 好，上盖。好，上盖。OK。